孙局长，文化基金会当年都会判56文艺奖，写到当多对文化就兴起乡亲来报名。不过根据56种文化，关怀社会的精神。六年前判定的台词奖槌是开始招生，有些家庭的学生来参加，希望透过课程练习，培养汉拿多客家文化性格。中央宋省市嘅上课方式，为教文化写作同相关技巧。前几日文化局为代表现出56亿声音好写作，透过文字作品表达对生活环境嘅感受，特别对民国1980年起始，强加附中心嘅学童来参加文艺奖活动。每次都很期待可以来文学上面的话，就是一些小文章创作、同诗那些的。56文艺奖的课程对当年的国土来了解文化两面，透过讨论研究当中特别意涵的文化作品，希望学员是培养自家的文化素养。弱势的小孩有机会透过文字的部分来翻转他的家庭，翻转他的人生，让他有更多的机会来，让我们环境的美好的这一个部分可以充分被看到。我们也鼓励我们这样的孩子能够把他们生命里面所感受到的感动或者是想法能够透过优美的文字来表达，争取到吴浊流文艺奖这样的一个殊荣。新竹县文化局强调，判天意台文艺奖的目的是要打帮大家乡下来发声，结合天台人文科学的创作，希望更多青年来了解文化，进一步推广客家文化。客家新闻王文尧，新竹报道。